上出现了一篇在演唱会上对喊 Uncle 的粉丝说安静和不行的偶像引起热议。据悉，该篇文章的主角就是 Seventeen， 他们日前一连两天在首尔高尺巨蛋举办演唱会。由于 Seventeen 的演唱会的 Uncle 特色，就是会无限的唱跳热门歌曲 Very Nice。因此当天全门也照惯例无限循环这首歌，没想到在最后一天的演唱会上，全门却纷纷被粉丝们的热情给击垮。只见已经唱了15次 Very Nice 的成员们个个体力透支，纷纷摇手表示不行了，然而粉丝们依旧大喊着 Uncle， 让成员 DK 忍不住大喊安静一点不行。而 Werner 则表示再这样下去大家都会死的，爆笑场面让粉丝们纷纷笑说都是你们把我们的胃口养大啦，不是说不会让我们回家吗？而网友们看到后也惊呼 Uncle 15次也太疯狂了吧， Seventeen 真的很宠粉丝呢。조용히해! 조용히해! 조용히해! 조용히해!